竟然还有人想看 PVJ 所有植物和灿烂阳光树总共多少？谁会做这么无聊的视频？150，150。是我呀，那没什么事儿了。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大概是5500。哦。当然，以上都不是本期视频的重点，重点是关于植物背后的故事。这里我挑了几个出来，坚果，背部按摩。由于坚果的感知力很弱，所以他只觉得僵尸们是在给他背部按摩，而不是啃食他。明白了。低情商吃坚果，高情商背部按摩。双冲射手，渴望爱情。虽然双冲看着很凶狠，但是你背地里特别渴望爱情。兄弟，我懂。阳光菇，讨厌阳光。震惊我全家，阳光菇竟然讨厌阳光，甚至还不能忍受阳光。对他来说，阳光令人厌恶。好家伙，这叫离谱。星星果，四个牙洞。不对呀，星星果不是只有一颗牙齿吗？一颗牙齿长了四个牙洞。那大地说话是不是会漏风啊？应该吧。可能吧。花盆植物，我们都知道花盆等同于草地，能让植物种在屋顶上。但其实呢，花盆也是一棵植物，是不是很意外？反正我是挺意外的。大蒜有老婆。老大快晕在了厕所。